先跟大家打招呼一下好了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Dreamers。Hello， 我是雪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晴。Hello， 我是玉芬。今天我们第一次这样站，就是表演过这么多人前面，这么大的户外。好紧张哦！真的超多人，因为看到后面都是满满的人。哦，我们好开心呢、啊！大家有开心吗？啊！那我们今天特别为了这次的表演，那有准备新的服装。有，其实有没有发现我们这次的服装是为了这次舞台，就是第一次曝光。因为之前我们都没有换过衣服，对，也没有换过鞋子，对，可是就是感觉很奇怪的感觉。对，为了这次表演真的很用心，那当然很开心，今天可以得到 MTV 颁发给我们的。讲一下，我好喘哦。最具潜力女歌手奖，对对对，对，其实我刚。就是得奖的时候，我就差一点流眼泪，有这么夸张吗？有，就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得的一个奖啊，就好像就是谢谢 MTV， 然后谢谢就是大家，就是好像有肯定我们的一些未来。对，这次真的很感谢 MTV， 还有 MTV， 还有艺大。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粉丝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